像他是在写我名牌包，名牌包，名牌包，什么样的牌？买那种cookies， 买那种路边的，可不可以？这种没有质感。那个也是名牌啊，也是有一个名字。行，我要的是三路捷路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了，那50块去买。50块了。我身上只有50块。那你去提啊。好提耶，我没有带提款机耶，提款卡。这样还是没办法让我拿钱出来。他有一个绝招，就是穿泳装出来。你去年绝招，哎呀，绝招来了。来，怎么样？